悉资料图，据台湾媒体报道，韩国演艺圈竞争激烈。日前韩国节目演艺家中介就公布一份韩国人最喜欢的美女女星排行榜，相不到冠军竟是由嫁给 Rain 后这几年鲜少公开露面的38岁自然美女金泰熙夺下。第二三名字分别是宋慧乔与两栖美女李英爱。宋慧乔资料图，毕业于首尔大学的金泰熙是韩国演艺圈有名的纯天然美女，她与 Rain 结婚一年多，婚后甜蜜幸福，育有一可爱女儿。早前 Rain 前往香港的见面会宣传，还被粉丝直击金泰熙低调爱相随，暂时抛下爱女享受两人时光。金泰熙夺下韩国人最爱美女冠军，连粉丝也相当意外，直言三年没作品也没什么大的曝光，居然第一有点意外。另外节目也公布韩国人最爱帅哥排行榜，前三名分别是张东健、姜东元及元祖花美男燃边。